直播吧，9月3日讯，意甲第三轮，米兰2-1战胜罗马。多纳鲁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希望将俱乐部和意大利国家队带回属于他们的位置。我们是一个出色的团队，面对罗马，我们的取胜欲望非常强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将米兰带回属于他们的位置，那就是欧冠联赛。为了达成这一目标，我们会全力以赴。我总是会接受批评。在训练中我总是会全力以赴，多纳鲁马告诉意大利天空体育。关于马尔蒂尼和卡卡，多纳鲁马表示，看到他们在一起真的令人非常兴奋，一开始他们会让你感到敬畏，之后他们会给你动力来把事情做好。关于国家队，回到这里总是很好的，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，将意大利带回属于他们的位置。